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福建省的福州。那因为坐晚班机到这边，等一下就来品尝这边传说中的利友鱼丸。这边很有名的一家，那个算是网络上蛮红的一间店。那我来跟品尝看看这边的丸子。是不是像传说中的可以当乒乓球打来打去？它是假的，那等会吃看。价格不贵，一碗都十几块人民币。那品尝的时候再分享经验。他们这边的餐具非常的干净，餐具都在里面。价格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品尝。去玩啊！我来了，这个是鱼翅，这是丸子，有包馅的丸子。那这个呢？要传说中的煎包，这个是什么？鳗鱼滑。鳗鱼滑。有看到啊，真的有鳗鱼耶！哇，真的有鳗鱼耶！准备吃了。这是鳗鱼的酸水，这个汤啊，奇酸无比。这个肉燕。肉燕。福州鱼丸，真的假的？包馅的，包馅的鱼丸，粉丝先吃，好好吃，要死我喝这样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的形象不好看，勉强让你看一下。啊，这真的好吃，要包馅的。我刚才想点那个没有包馅的。鳗鱼的哦，它用酸水，这个笋子腌过酸水做汤底，知道吗？啊，说实话，那个汤哈、哦。不是很酸，但是很高温。这个肉丸子啊，肉燕啊，我刚加了一点胡椒，美味。我可以再吃一个包馅的吗？粉丝吃一下吧。来福州一定要来这边吃。什么叫丸子？这才叫丸子啊！不过我生活在台南，台南吃之都，味道来讲，我都喜欢。我是因为我现在来福州觉得，就要推荐他们，可是真的很好吃。这间利友啊，真的价格又不贵。刚刚在厦门航空上面吃那个点心啊，塞牙缝而已。一号女主角说那个鳗鱼的鱼刺很多。它可能跟我们基隆那么要口的那个鳗鱼羹不一样。来呀，一颗啊，包馅的跟这个肉特啊，
我觉得到现在比较好吃。不知道他这边的那个做法是怎么做的，不了解。真的很好吃，这一碗几块？这一碗16块人民币，换算台币不到60块，还没有65块，65块到快到70块。我们人民币比较贵。物价上在大陆，我的认知是有点偏高，还不错。这次来这边是省吃俭用，尽可能的安排，就是大陆人说的穷游，过吃这餐有点心寒。为什么说穷游还吃那么贵的东西？人家穷游应该是吃一个10块钱以内的了。刚在酒店旁边有看到那个包子，好像卖1块2块了。明天早上，今天酒店没有订那个早餐，刻意不订早餐，因为知道这边很多吃的，所以说可以的就选择明天没有买早餐的。那个出一碗啊，台币大概800出头，那还帮你从机场接到酒店，明天中午12点再帮我送到机场，真的太划算了。接送外加住宿，800出头吧，802块新台币。在他们店的，这次总共呢来这边预计住9个晚上，不是这间酒店住9个晚上，去的地方不同的酒店住宿总共9个晚上，加起来花不到新台币11000。有的酒店有早餐，有的酒店没有订早餐，没有订早餐的就是事先有研究过，来到这边呢、可以。品尝当地的早餐，这为什么？其实大陆自由行给我的感觉，我就是深入了解当地的一个传统的东西，那才能真正体会旅游，而不是跟旅游团。旅游团都是，在台湾跟台湾讲的，问导游问这个照啊，不一样。今天店刚才进来看，好像开晚上1点左右吧。还不错，住的这个小区这边很热闹。刚才听前台的人讲啊，他这个这边吃的大概到晚上2、3点、3、4点都还有。隔天一大早又开始卖吃的。补充一下，这间利用啊，它是在1970年，也大概就是在我几岁的时候就有，那就已经透露出我的年龄了。年龄不是秘密，什么是秘密知道吗？我要去吃什么，我要拍什么片，日后是什么的才是秘密。不过如果有你的订阅，我觉得我拍片蛮有乐趣的，希望你帮我推荐你的朋友亲朋好友都看我的影片，订阅我的影片。好了，继续用餐。你能介绍一下那个笋子的那个包子的口感是什么状况？刚刚好吃了一下6块钱的包子，它包子呢，我没拍给各位看，因为我是吃女主角最后剩了一口，我在拍片的时候一直吃一直吃，那笋子包还没有包笋子。比较特别，味道上啊 OK 啊。其实这边的口感口味跟在台湾差不多。我们看一下点的时候，有他那个是扫码点餐，
桌上都会有那个 QR code， 扫了之后点那个餐啊，很简单的，就按一按，然后问你口感，我们写的清淡，因为毕竟在台湾习惯吃清淡的，这个肉馅的丸子真好吃。不过我觉得冷了之后的味道跟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就好比我们在喝红酒，开瓶之后有没有醒酒，红酒的口感一样。它蒸丸子热的跟稍微凉的时候口感就不一样。就像主角拿了给我给各位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磨起呀，吃的时候注意，不要小心不要被刺淹到。我还是吃这个没有刺的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它这个真的会让你一口接一口的，停不下来。不知道是因为我肚子饿的关系，还是怎样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啊！加一点酸酸的薯条来吃吃看。这不是面条，也不是河粉哦，这是笋子。要求哦，够真啊，好酸哦。它这种酸不是让那种酸吞不下去，而是咬第一口酸，但是它的后劲不会那么酸。太酸了，或许吃鳗鱼要酸。这香港利用鱼丸，很多网红都来拍过，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吃。会不会觉得看我在东区，你肚子也饿了，你可以搭个飞机过来。不过跟各位讲哦，我们这次买的飞机票确实有买比较贵，因为他那个厦门航空很奇怪，我们很早之前就买了10000多，后来他有降到9000多，因为我们这种已经打折的机票如果退的话，他根本我们不划算，所以说就忍痛花了10000多块啊。记得以后在厦门航空买票的时候多看比较几天，虽然是他们官网，但是他随时价格会跳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汇率的关系还是怎样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它的好处是让我飞到这边能品尝到好吃的丸子。对面主女主角又说还要吃的，哦对了，他们这边餐具很特别哦，它是整个放在那边，有一个专门放那个餐具的地方，随时都是高温的。我觉得这样还不错，东西随时要烘干，感觉这间店也是蛮实在的，用的餐桌都是瓷。这碗最后一颗被我吃了，汤我绝对不放过，立马喝光。吃完这个，等我再吃鳗鱼。女主角叫我这汤先留着，先吃鳗鱼。她跟我说这鳗鱼很酸，吃完再喝那个汤。哇，刚刚不是地震，刚刚是摇晃了一下。哦，这个汤真的太酸。不适合喝，我袂抗拒，我来吃鳗鱼。
鱼很鲜。就是鱼刺太多，鳗鱼本就有鱼刺，你一定笑死。我很好奇这只鳗鱼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。要求哎，到底有几万只刺啊？这鳗鱼也真可怜，被他杀了让我吃，还会嫌他的刺太多。小口小口吃，慢慢的长刺出来。哎呀，是呀，我当时在游泳啊，当时跑下去游泳的。啊，这鳗鱼的碗会比较大。哎，鱼丸的碗就不会那么大，十根，一二三，三根。又一根，一千年一根，看到一根，一千零二根。卖鱼的人很辛苦，我吃鱼的人也很辛苦。看镜头，希望我被鱼刺到，我都知道。是啊，你们心里没有这么想，我知道。这个还有两块的样子。那我就继续哦，还有这个这块三块，捞一捞还有三块，就慢慢吃。还没吃什么？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在高雄的时候还说要来这边吃海鲜，就一到这边看到丸子就跑来吃了。我怀疑这鳗鱼到底是哪一种鳗鱼，那么多刺。吃的有点辛苦，但是真的好吃。
自从以前看综艺节目，取笑是说泡酒丸啊，泡酒杯啊，泡酒丸啊，就很好奇长什么样子。不好意思，碰到汤匙。我吃下来总结一句话，好吃，推荐给您，有机会到湖州记得来品尝，好久玩了，影片就拍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赞，或是开启小铃铛订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